赵系大三学生邓宇秀运用宣纸碎纸创作立体作品联，诠释人与人、人与社会的连结，参加112年全国美展，是荣获雕塑类铜牌奖。我这次的作品名称是联，主要是我想要探讨的是连结，因为我觉得像是老师跟学生的连结，或者是父母与小孩的连结，是一个蛮有趣的议题，因为这都是一种责任跟义务，所以想要探讨的是，如果我摆脱这些责任跟义务的话，那我自己是不是就不存在了？这样。同学表示，大三时加入了绘画工坊，老师鼓励大家不要设限，勇于发掘各种可能性。他发现宣纸在碎纸的时候不会像一般纸张完全的切断，会有一种藕断丝连的感觉，因此尝试用宣纸的碎纸来创作一系列的作品。因为宣纸它的特性是它碎纸起来比较不会像一般的纸碎得很干净， 会产生一点棉絮，就像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有一种藕断丝连的感觉。困难点应该是因为它是碎纸嘛，所以我是主要是用喷胶把它粘起来，可是它是大块大块面，所以它就很容易就是东掉一个西掉一个，所以就是又要再把它粘起来，然后搬运的过程中，因为它比较蛮易碎的，所以它就会要时时刻刻一直补贴。很开心能够得到评审肯定，全国美展得奖作品即日起到10月1号在台中国美馆展出，也欢迎大家到现场欣赏他的作品。台野人新闻刘新孝采访报道。